吧。来，掌声。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一三个人的机器人。我们目前是用红外线摄像头遥控，然后城市功能就是我们要先用远程圈，然后里面再放直角转弯，然后还有装满了城市，然后再把它关到底线里面就可以遥控。没错。没错，这个时候就要放大，练聪明。这台机器人它也是，就是使用回圈，然后里面放前进探直走，然后它可以就前面这个夹层可以夹小小的东西。以上是我们机器人社的成果发表，谢谢。
头了，你怎么变光头？